一到峡谷走一走。好，把这个比例拉好，拉满好了，这样 OK 吧？来看一下，现在还有这个最新的光之哨兵活动，与露西恩·珊娜还有光之哨兵一起对抗陨落王者。我这是看漫画的，他这个是漫画、欸、哦，露西恩跟珊娜结婚了，珊娜被抓走了，是这样哦，这个剧情就在说珊娜被瑟雷西给抓走了，我们接着要去找瑟雷西，要把老婆还回来。量子速读懂不懂？来，先开个制定进来打，让我的珊娜来会会你们。No one fights alone。这个珊娜怎么那么扁啊？还是让她正常一点的比例好了。OK 一下。Engage。哦，有魂了，三块，哎，有魂了。我也不知为啥补没钱，哦，节奏好快哦，开局一分半，队友全在下路，哎，好爽好爽，这就是有队友的感觉。我要秀一手 W 闪。对啊，这样要 W 闪有点难。W 闪。OK 吧，我就表演一次了，双杀 ，Double Kill， 来妞妞，我们再杀，加入这个看起来亮线杀，可以，漂亮的换血，牛头人，不要怂，他这个我也不怕，治疗 ，You are on the killing spree。可以收掉 ，I am unstoppable。别死啊，牛牛 ，nice， dominating。现在我就是看到人就直接爆 A， 谁扛得住？这样玩谁扛得住？见一个杀一个。Oh my god！ 我们死人了。我 legendary 啊！我小曼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我普攻两下，他没死。哎呦，被 shut down 啦！15分钟，游戏是该结束了。这个珊娜感觉玩起来还好，大家小心，主堡很痛。我们选择的是吸血的血藻了，感觉就是没有吸血，玩得这么奇怪。先打露西恩 ，JS 大招收割，漂亮，单杀。有了吸血鞋之后，真的不一样了。A 一下，再 A 一下 ，A 一下，这也 A 一下。GG， 有没有可以拿很多好礼的活动？当然有，许多峡谷，每次只要更新新角色，就一定会有搭配的活动。这一次搭配光之哨兵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漫画活动。你只要点进去看漫画，哎，左边领一下，右边领一下，通通都是奖励。首选路线。Everybody dies. OK， 走起。那我小港黑人王来教大家玩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我是特别会玩，从小玩到大，穿透光速103D， 滑起来 biu biu w biu biu， 然后 q biu biu。这边我等等要研究一下，它是会朝哪个方向滑。应该是按下去之后朝面对的方向吗？对面帮吃 buff 吃到这个时间了、喔，不好吧？哎、欸，兄弟，你这样子怪怪的嘞、欸。对，对面不要演得这么明显的、欸，这样子你们要全灭嘞、
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捅杀！哎，刘娜捅上去 ，OK 吧？直接带走，漂亮一套。我四个头，理论上是不会输哦。I don't do one shot. Some call it magic. Do.漂亮，单杀，帮一下吧。哦，得死了！哎，不要！哦，哎，水银，现在系统强力推荐我水银。好，任务开扁了。加速快雷卷的女人。你们有头绪吗，队友？啊 ，triple kill， quadra kill， 哇，这个牙术 ，Oh my god！啊！他直接闪过来把我宰了。好，来送了。啊，直接开大好了。Double kill！ 又来了，又是你，亚素。嗯，还好，哦，还好。这个游戏我就没怎么插过，哎，完蛋了，又是他。秒解。队友应该可以收吧。好，炸掉，漂亮，满装了，我满装了，绝了绝了绝了，这场的 MVP 蛮明显的。露西恩，Victory！ 啊，今天的激斗峡谷就到这了，大家记得赶快下载来玩，哎，一起来参加光之哨兵活动，就可以领到新的黑人跟三大造型。喝胜，来聊天室请输入喝胜，哎，激斗峡谷喝胜。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快，快订阅，快订阅。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